家午安，现在是下午的3:55。今天跟中岳来露营。耶、欸！每次有你都会下雨，真的糟糕了，是把台北雨带过来了。我们上礼拜好好的都没事，然后隔周跟你晚上开始，我想说不妙。昨天下午还有一点太阳，对，我想今天应该也不错。殊不知，小看你的威力了。我是雨神。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地湿湿的，因为它也是跟你之前在六福村一样，是真的是帐篷，它不是豪华露营那种，它是像我们的帐篷这样。哦。但它那帐篷很经典，它那个是我们的上一代。经典的帐篷。对，也是 Coleman 的，然后是第二代，超多人买的。对，然后它放了超多在外面。不知道那状况怎么样？还好是我们不用搭帐篷，嗯，真的好一点。对，然后晚上他的那个师傅会去帐篷区煮饭给我们吃，诶，对，也算是蛮豪华露营的体验了。对，只是你睡的地方是真的是在帐篷里面。哦，我听说被子是饭店的被子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为了。想说如果真的太冷啊什么，我们带超多就是我们自己的露营的装备，反正就放车上啊。对啊，如果真的因为你们小孩这么小，对啊，我就想说帮你们带个电毯啊，然后暖炉也有带，哦，就小的暖炉，对，然后睡袋我们也带了几个，嗯，然后还有棉被。那如果真的他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就赶快自己的赶快上。对对 对，哇塞，感觉晚上很冷。对啊，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心理准备啊，就是先以防万一，但是它应该都是很齐全的，因为就连洗澡的话也都是用饭店的毛巾啊、沐浴用品，然后吹风机也有，对，全部都是饭店的。我在猜会不会是在游泳池那边洗澡？会吗？会啊，有可能，因为它一定要找地方给你洗啊。最近应该就游泳池，然后最有机会的话，感觉是那里。嗯，对，应该是，没关系啊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就直接来住饭店。不行，客满了，问过了。客满了，没有回头路。QQ。好久不见，有想我吗？不想对吗？球球，扯开话题。球球，球球，看到阿北就想要球球。对。你跟阿北玩球球吗？好。哎呦，我刚刚真的认不出你，我在想说到底是姐姐还是妈妈？姐姐还是妈妈？姐姐啊，姐姐啊，不是，是妈妈，太年轻了，糟糕。就是你看这样子，这个。姐妹这画面太夸张了，真的太夸张了，而且感觉是年纪很近的姐姐。谢谢。哥哥，球球，你丢球球吗？谢谢你。哦，我录了多久？不知道。我录了两分钟。2分钟。哇，这边不小心按到。还以为你是在当收音。哦，没有，单纯录错。我们是5点可以去我们的帐篷，然后前面啊都可以参加他一些活动。嗯，你们第一次来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第一次来。嗯，这里还不错，楼上有，因为可能我本来很喜欢棒球，然后楼上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。真的好，这一层好多。我只有我那时候剪这支影片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你剪的？哦，是哦。对，是吗？对，这么巧，又是你剪的。对，怎么每次出来都会遇到一些你剪的？对，都是我剪的。哦，上次是维林，这次变你剪的。对。它是5楼，5楼有一些小朋友设施，嗯，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些简餐啊，对对对对，嗯，然后从那个它那个斜坡走上去，它是像就是名人堂那种感觉，放一些纪念的品，然后再走上去就是小朋友玩的东西，对，有跑步啊、打击啊什么的，哦，对，剧场也在5楼，就是走那个斜坡上去就可以到了，就变到5楼，对，它动线规划蛮像那种乐园，就是你这样一路走下来，然后就一边参观一边玩，对，然后最下面吃东西。对，这边应该就是算最下面的那个礼品店那种感觉。啊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给他们参加手作课。哎，欸，坐好了，你们两个坐好了。坐好了。哦，已经要拿去封了，是不是？慢慢快的。你们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哦。反正你们每天在看表演的，没关系。每天都在表演。每天看爸爸表演。你是米奇哦。还是妈妈？表演不同的东西。你们做完了，好快哦！他们是不是很简？嗯，就是有胶水挤一挤，好了。蛮适合这个年纪的，对，很适合这个。又有小礼物可以拿，然后又有做到东西。因为我们等一下是4点有表演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稍微赶一下去看表演。这不就是小礼物吗？对啊。然后在这边录影的话，也可以哦。阿炳，阿炳 ，QQ， 我们要出来旅行了。嗯，哥哥在哪里？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在哪里？现在不能哥哥玩吗？要下跟
哥哥玩吗？啊，好啊，那你要小心啊，好吧？阿北阿北 ，Q Q。你是要跟哥哥玩吗？又跑去了。他去看那些图案了。我们睡帐篷啊，他一样会给你一个像房卡这样，然后房卡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帐篷的号码，你就可以在闲暇的时间来到他们里面玩设施，所以你又可以睡到帐篷的体验，然后又可以体验到饭店里面的设施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动了，然后这个体验是观众传给我们，他就跟我们说，就是名人堂最近有在棒球场露营的活动，我觉得哇天哪，太酷了。居然可以在棒球场露营，然后那时候想象是可能天气很好啊，在草地上可以跟小孩子们打棒球什么，可惜今天有点小下雨。不过因为它里面还是真的太多可以玩的，所以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验。谁是金色的？我南瓜哦，你还选南瓜、哦？那是南瓜吗？我是狗狗。哦，你是狗狗啊、哦？那你有帮它取名字吗？你的狗狗叫什么名字？棒棒、哦。哥哥可以给我看你的作品吗？哇，他之后会再变黏一点点吗？他现在看起来有点水。弟弟是什么？我看。哇，你的狗狗好像睡美狗，因为他躺着，然后他那个脚。他趴在那个上面。哇，还有盒子哎！这边有四种选择可以做，一个是这种果冻型的，然后再还有拼豆，然后这边这就是拼豆吧，然后下面这个应该不太一样，哎、欸，这长得像拼豆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做的，他们可以选择这边有的很多可以选，然后可以做一个水晶球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果冻，果冻也可以玩。这边也有，哇，这好漂亮哦！这比较适合大人，我觉得，很文青风的感觉。今天来跟我们上次来又很不一样哦，今天超多人的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好棒哦，就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热闹，然后人气这么旺那种感觉，就终于要慢慢恢复正常了，那种感觉很感动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去看表演了，拜拜。